好，剩翻五位玩家啊，咁啊，盲注已经嚟到一千二千啦，咁啊，进入中局噶啦。嗯，一千二千好大噶啦。四千好快就会决定究竟边一个会我哋第八位第八场初赛嘅优胜者系啦，咁啊，出线到我哋嘅总决赛。咁啊，呢一铺见到 Sky 拎住吸手即就 all in 咗啦，四千三。四千三两个 BB 唔使谂啦。好。Anderson 拎住 Ace Queen。好，好，其他封晒，一十。哇！呢个真系难啦，呢个真系难啦，唔使谂啦。点十五十啊？佢嘅都俾到，差唔多。差唔多，又同一只都赢喎。五十五十，睇下赚紧仔边边赢啊！系咯 ，Ace，Come on baby， 别歪咗。Ace Queen 喎，哎呀 ，River 有隻 Queen 啊 ，Pair Queen 贏，哇 ，River 咁樣俾你50咁啊，都係五十五十噶啦，你計曬五隻冇關係啊，幾時開都。滿爆真係好難過啊！咁啊 ，Sky 第五名，今晚有冇傾啊？即即都係要推啦，冇得選擇啦。咁啊 ，Anderson 又收四千幾，咁佢又打量又上翻嚟嘅喎。行啦行啦。好，最尾四个啦吓，呢四个都好厉害嘅玩家。头睇佢头先四个表演都好犀利啊！四个钟比较短码嘅就 Wilfred 啦，系啊，嗯 ，Wilfred 好谨慎。见佢头先有铺六七千都直接推 all in 啊 ，prefer。Cathy King Queen 啊，喺个小盲位置。選擇 raise 喎 ，raise 到去五千 ，Anderson 七三 off， 都 call 唔到啦，七三 off 太差啦，我都真係搞唔掂，真係 call 唔到，真係 call 唔到。冇啦，其他除咗 Kathy 之外，另外三家都係拎住數字嘅，其實都冇得 call 啦，已經冇得反抗啦。六七個最尾四名啊，分別有 Cathy 啦、Anderson、Wilfred 同埋 Oscar 嘅。依鋪 Anderson 傾八。好啦，三千啦。Big blind 就四二 Wilfred。四千喎，係喎。Min race。傾白 min race 四千啊 ，Wilfred 拎住二四啊，真係都唔反抗啦，冇嘢可以做啦，我四係我手上最大嘅牌嚟嘅 ，blind 咁大你都好難同佢操作啲咩噶啦，仲有 Wilfred 自己短碼啫嘛，係短碼嗰個嚟，加埋佢短碼都冇得操作，你一係就推埋同佢賭一鋪，但係推二四又好似好過唔去咯，係啊，即係。二四你擺明是逼自己賭咯，你一定是落後的係嘛？你冇理由一定落後的時候跟佢賭嘅。咦？呢鋪可能有得困下啦。啊 ，Wilfred 拎住吸手三嘅。咦 ？Ace King 啊 ，Anderson button 位置啊。咁 Oscar 拎住梅花嘅 Queen 八都係可以玩嘅。都唔差嘅。大盲位係啦。睇 Anderson button 會 raise 幾多啦？直接 all in 啊！一萬五千，六百，一搶搶三千噶啦，睇下搶唔搶到啦。Queen 八，你一定多我啦。Pair 三就 fold 咗啦。Queen 八，同花。都好薄下，如果呢下 call。根據過往就應該係，就係太薄嘅，係噶。你依手牌你推人哋 all in 就得，你 call 人哋 all in 就差咗啲。哇！勁啊！勁啊！佢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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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難啊！佢幫人顯示自己係冇偷雞啊！打你都濕咗啦，咪瀨咗，狂敗，真係。
1500-3000。喂 ，Anderson 嘅及手職，我真係唔得，就落佢呢度啦。有個靚牌啊，其他人就普通。信唔信啊？又係縮一招咁。又嚟？又係 Oscar。傾龍唔使諗啦 ，Cathy 八十都應該唔會諗噶啦。佢推18000+喎。又搶3000喎，咁啊 Anderson。係啊，搶兩鋪就6000噶啦，而家。係啊。所以。嚟到尾段搶唔搶係好重要嘅，真係有啲似捉棋啊！哦，咁搶啊 ！Cathy， 我諗做下荷里活應該都唔會 call 啊。係啦，我估啊，睇佢玩咗成場就應該係唔 call 嘅。係啊，佢真係相對係好保守嘅。17000+冇得 call， 正路啊！3000咯。因為頭先，我幫埋揸色個。18000。Pocket Jacks， 直接推 all in。好，決定 fold 啦。連開兩鋪出嚟俾大家睇下，煙傾跟住積積，呢牌好強，又升 blind 啦喎，1500-3000。咁啊，大家可能就要留意下 Wilfred 嘅牌啦。3000啊 ，Wilfred 好大壓力啦，開始。即刻攞鋪煙三，係啦。All in 係幾多咧？好，冇人理佢。嚇，都唔使數啦，你贏。我4500。哇！依家大細盲，一搶4500咪好緊要啊！兩鋪就搶9000。攞4500對 Wilfred 嚟講，係已經係多咗一半。多過佢原本自己嗰啲啦，已經。就攞翻出嚟。細事嘅嘢真係。多幾鋪延長條命啊！喂，煙九喎、啊，有進步到啊！但係 Wilfred 煙九，哎十啊 ，Oscar。好，呢啲明白。Cathy Queen 十 fold 咗 ，Anderson 37 fold 埋，煙九諗唔諗啊？哇 ！call 埋啦 ，call 咗。Good luck guys。有隻煙就唔諗啦。煙九對10咁啊，煙九都差唔多有30%啊會。37到啦，大概係。如果我 Wilfred 個籌碼又比想象中要多啲咯。哦，因為如果 Wilfred 呢鋪贏啊 ，Oscar 都跛咗隻手噶啦，都得翻3000-4000啫嘛。好，睇下咩牌啦，煙九對10。睇好睇好睇，都有30%噶。一定要 call 啦，係嘛？出現3000。煙九對10。兩個都咁嘅。好，睇下啦，中唔中煙啊 ，Wilfred？ 暫時未有。喂，有冇煙啊？冇煙啊。Pair 十 Oscar 咁啊，順利頂到尾啊！好，第四名，第四名啊 ，Wilfred 啊，砰砰聲啊！最尾三個玩家，應該好快噶，分別係 Cathy、Anderson 同埋 Oscar 嘅。咁 Oscar 應該就係 CB 打啦。冇錯，呢鋪應該上到30000+係嘛？應該有啦，應該3000+啦。係啦，萬幾萬幾咁樣30000。睇下其他兩位選手嘅馬量先，其他兩位選手20000喎 ，Cathy 20000 ，Anderson 應該係萬零，接近20000啦，未到20000嘅。咁啊 ，Oscar 籌碼最多，
執下籌碼先。鋪翻兩鋪，執下籌碼先。係 ，Dead Button。哦，呢個 OK。你俾 Small Buy。哦。我三千蚊收咗，你頭先三千蚊係你啊嘛？哦，你自己俾翻傳説中，唔係啊！你贏咗就自然地可以輸嘅贏咗，係啊，自然地贏咗。誒，呢個 Kathy 跟住 King Queen， King Queen 啊 ，Kathy Anderson Queen of Four 咗啦 ，Oscar 十，另外嗰只睇唔到啊，知十乜嘢係啦，技術問題。好 ，call 咗入去 ，Kathy King Queen。會唔會喐佢搶佢三千咧 ？Kevin 拎住靚牌嘅習慣係唔俾人睇貨，係咪咧？唔知嗱呢鋪佢有位置，佢有權 raise 嘅。果然 raise 咗啦 ，raise 咗一萬，靚搶啦，又搶咗三千。咁我 Oscar 黏入嚟。俾咗個位 Kathy raise 佢啦，Anderson 摩拳擦掌啊！大家都知道嚟到尾段啦，白熱化階段啦，好緊張啦。King 二 Kathy 對住 Anderson 嘅 Jack 十，有冇啲同化嚇？嗯，睇下大家點操作啊呢部。想知道對手的 stack 有幾多少，要想想怎樣操作啊，這鋪直接敷了個小盲，採取保守的策略了，你見自己的籌碼就算敷了都還領先啊 Anderson， 過不過是啊，現在的排名是很重要的，你依家要等到輸一個人嚟到 heads up 階段噶嘛？係喎，咁啊鬥牛輸一個先係好緊要啊！依家 button 位 queen 五 ，Anderson pair 六啊，即刻 all in 啦！咁啊萬領啦，頭先佢都講咗啦。我都想。Come on， 辦法。Oscar 四百，搞唔掂啊！有贏㗎，哎呀！我都想同你大家下鋪。而家三輕要大家鬥撞牌啦。三千，呢個唔得。喂 ，Oscar 吸手 Queen 啊，三輕嘅時候啊。三千而已。睇下佢會唔會 slow play 咧？就咁 call， 慢打。Jesse 攞住King 二。Shuffle in. Good luck. 想再偷佢盲啦，同埋有隻 King 領先緊，亦都唔出奇啊。咁啊，估唔到 Oscar 呢下喺度 slow play 緊啦，啱啱 call 咗入去都仲有隻 King 中嘅。睇下 Kathy 得唔得啦呢鋪。Oscar 會唔會 call 你啊？會唔會 call 啊？睇下幾多先，睇個馬量24,900，嗱個馬量好大噶，24,900，所以要諗一諗嘅。可以。
嗯，嗌咗 call 啦，系嘛 ？call 咗啦，好 call 咗，系 call 咗啦，好 King 二开出嚟 ，Queen Queen， 咁啊一 over 一只 over，Cathy 要博中 King 啦，唔系 King 就得啦，好白。24,900 哇！如果呢個 pot 贏咗就上50,000 chip 噶啦，呢個 pot 50,000，你睇邊個攞啦？King 二對 Queen Queen， 睇下重要時候只 King 會唔會走出嚟？煙九三冇 King， 二仔有蛇博喎，冇用啦。好 ，pair Queen 領先到尾，同埋 Cathy 第三名。第三名 Cathy 恭喜曬，咁啊 Oscar 就哇，你係我幾多倍啊！一攞攞咗個50,000 pot 啦，啱啱吸手 Queen 攞咗個50,000 pot， 好去到 Heads Up 階段，50,000對30,000冇啊，應該冇啊，50,000幾對2,000睇下，嗯，籌碼就成倍噶啦，喺我呢度睇下買幾多，冇得買幾多倍喎呢度。Oscar 尾段係好牌啦，非常重要嘅真係。係㗎，呢啲階段一有牌就幾萬幾萬㗎啦啲 po。哇！呢 po 哇洗軍力啊！二七對六三，係六七對二三，六七對二三啊！The blinds have changed. The small blind is 2,000, and the big blind is 4,000. 忙住再升啊！下鋪24,000，一花699，真係中嗰只六喎。Anderson pair 六啊 ，Oscar 二三，為阻住大家收工。Anderson all in， 好即刻 fold 咗。我而家係4,000。我都冇 expect 玩可以玩到最後兩個啊！今晚犀利啊！係啊，冇錯啊，玩到最後兩個已經好勁噶啦！啊，咦 ，King 五對四九啊嚇！Button Oscar 四九直接 fold 咗。對啊 ，Oscar 嚟講就唔急嘅。冇錯 ，Anderson 嗰度20,000+啊，20,000+嚟講都唔係太大壓力住。咁啊，大家要等一鋪撞一撞都重要，因為 Anderson 都唔會太急嘅。call 咗，三四行深。call 咗，睇 Anderson 會唔會？Raise 多4,000 Queen 二啊 ，Queen High 覺得自己領先。哇！搶咗 Anderson 嘅4,000啦。係咁4,000揸到完啦，真係。Anderson King 四梅花對積十啊 ，Oscar 界轉積十有機會 call 啊呢鋪，了結咗個生命啊！要求了結佢生命啊！積十有得諗嘅界轉，睇下佢揀唔揀呢鋪啊 ！Anderson 因為 Oscar 嚟講，佢仲有好多鋪可以揀，睇佢揀唔揀呢鋪。22,600啊！投呢鋪啊！Oscar 有50,000+就係啊！佢如果佢唔揀呢鋪，佢 fold 多幾鋪都仲得噶。所以睇下佢呢鋪可以嘅個牌力，睇下佢選唔選擇呢鋪同佢搏。
Henderson 是咁出口術嚟噶，係想佢 call 定想佢 fold 咧出口術。哎，fold 咗。了解唔到我生命，但係先。了解唔到我生命。俾 Anderson 攞咗四千，攞翻個四千大碼。不停你。我不停話 ，sorry 啊，我以為我頭先係我先。俾我四千你。哎，係，唔係咁樣啊。鎖定啲嘢先。好緊張啊！而家邊個？一推出嚟撞牌，只要大家撞一鋪就去曬嘅嚟噶。哇！撞啊！呢鋪撞啊！呢鋪撞啦，哥！呢鋪撞到撞啦！撞啦！撞啦！撞到硬啦！哥呢鋪撞到硬冇火花，五六太細啦。哇 ！Anderson 要加油啦喎，俾 Oscar 搣下搣下咁樣，三四千四千就係冇咯，要揀啲位置反抗下。三五對傾六，好傾六淨係 call 啲 Oscar， 卒之有 flop 睇啦。一開有隻傾啊 ，Oscar。大家都冇攜線啊，咁啊 heads up 有個 top pair 就好大嘅啦。三五冇攜線啊，冇任何嘢搏啊。你俾人撳到咁大啦，又搶四千，加油 Anderson， 四千搶下搶下冇噶啦。都嗰句啦，對 Oscar 嚟講就一啲都唔趕嘅，佢就係慢慢咁去搣下搣下就搣死你嘅。係啊，係咁一鋪四千兩千四千兩千，係啦，搣三四鋪你冇曬啦已經。誒、欸，就係呢鋪啦。Anderson 攞到靚牌 Queen Queen， 但問題就係 Oscar 四七又未必同佢玩喎。係啦。好玩，搶翻個大碼。留翻四千啦，咁啊真系延续多一铺啦，帮你俾翻四千，你延续一铺嘅生命啊！我对 Anderson 嚟讲就运气嘅问题啦，即系难得拎到靓牌又，对手又啱啱好烂牌，冇得跟啦。烟五即二，即二喺button啊 ，Oscar。哇 ！Ration 即刻 all in 喎，系呢铺啦。Oscar，Ration 会唔会扯咗入去咧？会唔会 call 埋咧 ？Come on Oscar！ 喺度啦，冇攞嚟攞佢。俾埋我。哦，好啊。二万二千。啱先好像都是兩萬二千六就冇 call 到嘅，我係啊係啊，係啦，跟住兩萬二千六 call 咗係咪啊 ？call 咗，哎好，哦即二呢鋪選擇同佢玩咯 ，call 咗牌咯喎，有感覺啊，得隻 ace， 好煙五，哇對即二，解轉即二，咁啊大家冇食住啲牌嘅情況都係六四波嚟啊，好 good luck 啊，你的 best hands win。即二對煙五啊！睇下啦，睇下個 flop， 一 flop 冇人中啊，冇人中煙閪領先 ，river 真係都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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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冇諗過 ，Oscar 勝出 ，Oscar river 中一積啊，多謝曬各位，臨尾開只積啊，咁啊恭喜 Oscar。咁啊，成為我哋第八場初賽嘅優勝者，咁咧就好快啦！我哋下個禮拜開始咧就會進入我哋總決賽啦，冇錯，係啦，我哋玩咗有半年，
大半年，都玩咗大半年，系啦，玩咗大半年啦，我哋终于进入总决赛啦。咁啊，再一次多谢大家收睇我哋第八场初赛啦。咁我哋下个礼拜总决赛再见，拜拜，拜拜。